今天来点海鲜啊，这个东西叫啥？海蜇头是吧？嗯，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海蜇头。那是你没有见识。哦。他们肯定见过。对，都给你。好咸哦。好咸。为什么那么咸？呀，这怎么这么小啊？他说要泡6个小时，然后今天才泡3个小时。3个小时。嗯。那还蘸料吃，那得多咸呐！嗯，哏啾啾的，脆脆的，这玩意儿好吃啊！嗯，不是，下面还好，没那么咸了。这还吃什么肉啊？这玩意儿挺好吃的呀，适合夏天，适合配个小酒啊。嗯，这比肉好吃啊。这个脆生生的，